第14题，海洋研究船利进号利用声呐探测海底，探测原理如图所示。船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东行驶，10秒探测一次船底前方海底深度，接收到的回声间隔依序为1秒、2秒、3秒、5秒、7秒。请问前方可能是什么样的海床？我们发射声波，然后呢收到回音，那我们收到回音的时间如果越久，就表示那个反射的东西，也就是海底，会离我们越远，也就是越深。我们看到我们的时间是12357，时间越来越久，就表示海底就越来越深。因此第14题问我们说，请问前方可能是什么样的海床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逐渐变深的深海。